住着白日梦姑娘，梦里梦外小像棉花糖，点燃仙女棒，闭上眼等待她出场。树洞男孩心事在躲藏，跌倒爬起星空下仰望，穿上西装变成她要的气势模样。受过伤，伤口是一种蜕变的力量。不完美又怎样，雨过天晴遇见了光芒。不完美也漂亮，半双翅膀也能够翱翔。不完美又怎样，只要对未来还有满分的期望。爱情总有落脚的地方，那不完美的你我就不散场。大家抓紧点啊，擦亮一点，这边出勤率怎么样？90%，有一人请病假。适当的调配资源，保质保量，完成任务。先生的意思是，扶手杆要擦干净，要有金光闪闪的气派。好的。物料都备好了吗？汤包好了吗？菜做好了吗？还没。这个效率不行啊。包仓时间要久才能入味儿，你现在起火已经晚了。新增的供应链情况怎么样？今天水果都买了些什么？苹果、草莓、雪梨、西瓜、哈密瓜，还有2箱智利进口特级车厘子，2箱一起打8折。很好，以后你就负责供应链的管理，其他的人协同处理。以后你负责采买。你怎么不在大门口铺上红地毯呀？搞得比过年还热。我高兴，我乐意。我们集团的财务长来了吗？已经在路上了。秘书长呢？也在路上了。怎么叫了这么多人啊？神医今天可是真的低头问你要钱的，他爱面子，肯定不希望这么多人出现的。哎呀，我只不过是要见见几个老朋友嘛，谁说我要等他回来的？几点了还没来？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好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行，小柔一点。神医来了，快进来。来来来，快快快快。神医回来了，煲了虫草鸡汤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我有事找他聊一下。先生。神医来了！哎呦，真是稀客啊！你有时间吗？我们去书房聊一下。这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聊呢？啊，来来来，这里都是自己人呐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。叔叔好，伯伯们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我这个儿子啊，是一年到头都不回家，现在出了事情了。就知道回来找老子了。我想让你借我5000万，半年内还，这是借贷合同，利息也写进去了。怎么，把我当银行了？我给你的利息高过市面上过桥贷款的10%。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，你可是我的儿子，这些钱将来不都是你的吗？你这个左手倒右手的，我不划算。好，你如果觉得光是利息不够，那你开条件，
我要怎么回报你？妈，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了字，我就给你5000万，不用还。生意啊，你做什么生意都会挣钱的，唯独去做那个化妆品，你是从头赔到尾。我看你还不如早点回来，以后跟着我干点正经事儿。是啊，生意，这集团那么多业务，也需要你帮忙。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挺好的。你好什么了？你现在的营业额是多少？你获利又是多少？你那一点小本经营的生意，全年的营业额还达不到我两个子公司的季度营业额。我这么努力的创业，为的就是要有话语权。我公司体量虽然不大，但是我没有话语权。你有什么话语权？我就是要摆脱你的控制，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控制我的人生。哼，我控制你？你妈控制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去怪她，你现在怪我控制你。钱善，少说两句。既然你不愿意见，那我走。你不准走！你要是敢出这个门，你就别跟我回来。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别赶他走啊。我哪有赶他走啊？这父子没有隔夜的仇的，就是嘛，家家有本难念的。好了，哥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。知道你们今天全都是来看我的笑话。哪有？我们都是你叫来看你儿子笑话的。老板，这一份是撤资协议，这一份是暂停投资协议。老板，您也别太着急了，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那家法国实验室的幕后买家，兴许就还有转还的余地。刚刚又有供应商传真过来说，要么这周结清尾款，否则的话要上诉，还有。哎，你别急，慢慢说，怎么了？还有，他们已经发布跟我们中子合作了。这帮人太可恶了，都是落井下石。老板，这可是违约条款，千万不能签啊！签。哎，我今天什么都签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王总已经停止了对 LS 公司的投资，孙总也终止了合作项目。这群王八蛋真会见风转舵，完全不懂什么叫做莫欺少年穷。这些投资方也真是的，问清楚状况就撤资，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嘛，怎么能这么为难沈毅呢？来，现在还有什么人在投资啊？让他们继续撤资吧。我们要插手吗？都已经撤了一半了，就让他们全撤。是。哎，千山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呢？你明明想让他回来的，直接跟他说不就行了吗？你这么做不是把他置于更孤立无援的境地，把他越推越远了吗？哼，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，他怎么会回家呢？想让他回来有很多种办法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看那些幼儿园的小孩在玩泥巴，一开始一帮人都玩得挺起劲的，甚至于忘了回家吃饭。等到他的朋友一个一个都离开了，到时候不用我教他，他自然就会回来。这沈毅都多大了，你觉得他现在是在玩泥巴吗？以他那个公司的规模，
在我眼里根本就是幼儿园，他那个做生意的手段就是小孩在玩泥巴。茶是我泡的，要喝自己泡。哎，已经撤资了，现在财务状况如何？方便透露一下吗？资金链是否断了？透露一下吧。我们现在经营状况良好，新的粉底液也会如期上市，请大家放心。沈总，您是否会通过本次粉底液的盈利来缓解公司的财政压力呢？您对此是否有信心吗？沈总，回答一下。是啊，沈总，回答一下。沈总，回答一下。你有信心吗？沈总，正面回答一下。沈总，回答我的问题。老板，孟总说了要直播现，他怎么化妆啊？沈总，沈总，您坐，您坐。时间到了，开始了，我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测评的是 LS 公司的粉底液，我要测评的是它的遮瑕能力。小时候我被人划伤了脸，所以脸上有一道疤，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一般会用粉底液进行遮盖，所以我觉得我对任何一款粉底液的遮瑕功能都具有发言权。我的疤痕比较深，所以一般呢我会用遮瑕先进行一些遮盖。我一般会用到这几种颜色，分别是红、绿、黄和象牙白。然后呢我会用我自制的粉底液进行均匀肤色，但是呢一般过两个小时就要进行补妆。但我们 LS 这款粉底液它具有胶粘霜的成分，所以会比一般的粉底液更为持久，而且呢它特别的保湿，不会卡粉也不会浮粉，最重要的是它能均匀肤色，给我省下了不少步骤。接下来我来上脸示范一下。就是遮盖完之后的效果。哎呀，孟总啊，现在也是几十万粉丝的热门博主啊，随随便便一个广告就这么多人看，视频上榜了，排名还在提升，好多人都说种草了 LS 粉底液。哇，我也去做自来水生意，孟总，我来写个文稿。我去联系媒体。这算什么啊？现在这么敏感的时期，万一他又把舆论引导到更坏的方向怎么办？徐总，您当初不是说要找法国的实验室力挽狂澜吗？但现在呢，力挽狂澜的人是孟总。对，就是。你说什么？我今天呢是想告诉大家 ，LS 公司的粉底液确实可以遮盖住伤疤，甚至只要技术过关，任何一家的粉底液都可以遮盖住伤疤。但是 LS 公司并不会用这个当作宣传，因为我们的美妆理念在前段时间进行了转变，从遮盖伤疤到抚平伤痕，所以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计划，想要攻克出能淡疤的精华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跟我一样的人有很多，我们想要追求完美的前提是承认不完美。 LS 想帮助所有人接近完美，没想到他以这样的方式。好了，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老板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做眼影的那个张总打电话来说投资我们公司。喂！哎，
哎，咱们要不要约一下哪天见个面？他说随时都可以。只要咱们拿下这次合作，我们就算是扛过来了。扛过来了。至于那个什么见鬼的专利，谁买走谁买走，对不对？对。老板，孟总那条视频转发过20万，评论过10万了，好评如潮，大家都种草了这款粉底液，还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专柜，挺厉害的。也就是说，已经有很多人都看到他脸上的疤。现在舆论发酵得很厉害，大家在种草粉底液的同时啊，又有人开始扒你们俩的关系。不过您放心，小美那边已经在想办法公关了。我们会控制并且减少这件事对孟总的影响。掉头去哪儿？阿桃家。阿桃说他没在家。不好意思，遗憾地通知您，我们的合作暂时取消，我公司今日起与白日梦想家终止合作关系，与您其签署的所有协议合同均宣告失效。孟回，你在吗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好可怕，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被人划脸？小三儿吧。小心措辞，诽谤罪会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他有病吧，当初非要说做不出粉底液的人也是他吧。沈毅有错不能怼吗？化妆品这方面明明是孟回比沈毅更专业吧。他之前还跟沈毅传过绯闻呢，现在脸上有疤，沈毅肯定不要他。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说，沈毅现在已经后悔死了，没有一直陪在他身边。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，为了个丑八怪追着我骂呀。你是孟回开的小号吧？不要蹭沈毅的热度 OK。 亲吧，沈毅是沈千山的儿子，千山集团怎么不要你这样的儿媳？抱走我们家沈毅，不约。长成这模样还有脸说？喂，喂，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白日梦想家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您的广告费是多少钱？发一条软文多少钱？咱能合作一下吗？哎，转发也行啊，我马上给您打钱。喂喂，我去，原来是沈毅开的小号。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啊，霸道总裁在线护妻，要不要这么狗血啊？玛丽苏吧，这是白日梦想果然女神，好羡慕她。这狗粮味的。怎么在这儿？你终于来了。对不起。是我搞砸了一切。要不是我 ，LS 也不会出这么多问题。不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下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出事儿。
你以后不开心，能不能不要一个人来看星星？我可以陪你的。希望我的直播可以帮到 LS 公司吧。其实，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是我突然闯入你的生活，也是你带我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梦。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可是我现在才知道，在你生命里有一个比我更重要的女孩。我对你而言，我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。不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最重要。神医，我已经清醒了。我知道我们俩并不合适。我同意之前你说的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要分手。为了找别的女人，把你丢在发布会现场，你就原谅他了？哎呀，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嘛，人家是有苦衷的，而且他说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再丢下我一个人了。你们女人怎么这么好哄啊？你懂什么？这就是爱情。早知道我就不拦着他找你了，以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，我坚决不会再干，免得见了沈怡尴尬。你就是男女主角路上的那个绊脚石，你越阻拦，他们越相爱。你是白日梦想家吧？我关注你很久了，超喜欢你的美妆测评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好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护欲，保护欲是指对一个人产生想保护的欲望，不让对方承受任何伤害，看到他受欺负会很气愤，会情不自禁的想要为他出头。保护欲。哎，陈总，你要喝咖啡吗？我去给你冲。没事，我来吧，你忙你的。可这是我平时干的活呀，
这两天都没什么事儿做，连我们老板也不需要我了。哎，你今天忙吗？晚上一起吃饭呗。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，哎，真是巧了，就是你上次同学聚会的那家饭店，改天再约吧，啊。你小时候也是不是经常被大家看作是男孩？是啊。他的同学聚会，哎，也未必比我的好到哪。见。老板，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？应该没什么事儿了，我一会儿去找随安，你可以下班了。哦，那我可以借一下您的车吗？可以啊，就在那个蓝西装兜里。老板，我可以连这套西装也一起拿走吗？谢谢老板。先生，要买花吗？给我一束最漂亮的花。送给女孩子吗？对。有什么指定的要求吗？我要那种可以让他成为全场焦点的话。嗯。你同学呢？没出来呢。哦，那我们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什么？啊？哎，亲爱的，这是送你的。啊？你怎么走那么快？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在一起特别无聊？我们还没拍照呢。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哎，别！哎，他是谁？啊，那个。你居然交男朋友了？你都不告诉我吗？你可是我心中当年的白马王子，我舍不得你嫁。什么叫你的白马王子？明明是我们的。我看看他，好漂亮。哎，你从我们手里抢过阿桃，可要对他负责。哦，不是，你们弄错了，弄错了。好啦，你乖啊。车停哪儿了？我们走吧。哦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阿桃再见。我头上呀。我们不是应该一样的吗？不是你说你以前被大家评价像男孩子吗？是一样的。那我们不是应该同样被歧视、被嘲笑、被欺负吗？谁跟你说我被欺负了？啊？我上学的时候很受欢迎的，好吗？哦，所以你今天穿这身，开这车来，还买花，是想替我扳回一城吧？哎，你别说了，今天太丢人了。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你还抹了香水，
我没有。我了。没。姐，你看，我听你说的，回家让我看。哎呀，你看我买什么？怎么还洋气？你5000块钱就买这个？下个礼拜可以去多州巴厘岛双人游，包机票、酒店，还有 SPA 按摩，我也想要。谁让你不提需求的？有需求才会有预算。对了，哎，快！那什么，陈总给我们送礼物了呀！陈总，对呀，现在我们把改造成成功的。我走了。哎，你都什么？不可能吧？谢谢啊！这是什么？哎，生发剂啊，是在骂我头发少啊？确实不多。为什么沈总给我2张情侣电影票？电影票不错了，总比生发剂好啊。可是我单身啊。哎，我不单身啊，我带你早上去干。给我吧，给我吧，兄弟。不是我。看来沈总还需要改造几年哈。你在干嘛？啊，我在拍口红啊。为什么要拍口红啊？因为是给你准备。你为什么要送我口红呢？可能是因为这款味道比较好吧。看完了，还看吗？不看了吧，我差不多也该走了。哦，要不今天也别走了？不好吧？怎么了？我们之间是不是同居了？在我不太清醒的时候。是不是我逼你的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同居啊，我们只是生活轨迹比较相似，生活场景短暂重合，出行步骤基本一致。先喝点水。谢谢。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跟我说谢谢？不客气。哦。对不起啊，我第一次谈恋爱。也不要说对不起，我也是没有经验，所以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好的，也请多指教。恭喜你啊，终于找到那个人了。好兄弟，你也加油。你现在能确定你自己的感情了吗？你对孟回到底是愧疚还是喜欢？你小时候误伤了那个小女孩的脸，能心心念念十几年。你觉得你不是因为诱发了孟回的应激障碍症，想对她负责任吗？以前我不敢确定。不过现在，我分得很清楚。那如果以后那个女孩出现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我会跟她道歉，然后补偿她。她想要什么，我给她什么。不过我心里清楚，我喜欢的是孟回。那就好。哦，孟文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回去吧。拿走吧。
进。麦莲小姐。石医生，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吗？你要给我打针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晚上有事儿，改天吧。说好的事情怎么能改呢？打针也不会耽误你很多功夫了。那我帮你安排其他的医生。我表示灵魂拒绝，别人怎么会有你细心呢？魏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这里每一个医生都是非常专业的，每一个医生都是有执照的。哎呀！哎，没事吧？你说我有事没事？你哪儿摔着了？脚痛。裙子。疼。这样呢？嗯，你的脚踝没问题，但是你后面这里都破皮了，我这有酒精，我给你擦一下。以后你这双鞋呀，就不能再穿了，听见了吗？嗯。还有事吗？隋医生，我最近吃不下，也睡不好，我好害怕。我不是心理医生，睡不着的话，你应该去找阿桃。我的鼻子修复了几次，虽然看起来好好的，可是我觉得他变得好脆弱啊，我睡觉的时候不敢压到他，怕歪了，吃饭的时候也不敢张大嘴，怕他又歪了。我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大笑了，我不是害怕别人知道我整容了，我只是想到别人看到我鼻子坏掉的样子，我就没有办法直视别人的目光。帮你看一下吧。放心吧，你的鼻子没有任何问题。真的吗？恢复期有这种担心是正常的，你要是害怕呢，这两天就不要照镜子。
有我在，你放心吧。那你会二十四小时回我微信吗？一想到有你在，我就会安心许多，不会胡思乱想。沈总，没事没事，大家随便点。哦，沈总，那咱们开始吗？啊，那聊一下新款三红的进度吧。啊，好。根据前期的市场调查呢，和最终的配方实验。我们最终选定了以慕斯质地的腮红作为新季度的主打新品。新产品啊，非常符合我们亚洲女性的肤质。它取自纯天然的鲜花提取物，辅以细腻的珍珠粉末，美妆的同时呢，养肤、护肤、服。别动！怎么了，沈总？多久了？这个方案我足足做了四个月。我是说你结婚多久了？啊，结婚快五周年了。那你太太选择腮红会选粉质、油质还是土豆泥？我你看，你对你太太不够了解。像我和孟回每天在一起就比较了解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根本就没在聊你腮红，他就是想秀。你们市场部应该很了解女生吧？你女朋友喜欢玫瑰红，不吃肥肉，最讨厌蕾丝，咖啡只喝美式，美甲只做唇色，海鲜过敏，只吃蛋白，不能吃蛋黄，喜欢猫，讨厌狗，尤其讨厌荷兰猪，睡觉喜欢右侧卧，水果最爱番石榴。我追她之前就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，够全面了吧？你了解一个人怎么能这么机械呢？看来你是把他当客户了呀，那你们两个之间会有相处的过程吗？唉，不像我，我就比较享受和女朋友相处了解的过程。小妹，武大春，太久不谈恋爱会出问题了，少玩几年，珍惜缘分，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。像我跟孟回，就总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还有事，我下午搬家。你干嘛了？没干嘛，你在干嘛？吃饭吗？对啊，哎，我给你看看。好。看我今天点的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。哎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呢。那我给你订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待会儿下去吃。好吧。谁啊？星瑶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同的口红色号对付不同的麻烦。昨天是低调豆沙红，今天是霸道烈焰红，明天是元气仙菊红。后退不了，早就习惯这嘈杂世界，但我能感到在此间靠近你以前，我倒数时间，想找到你，想抱紧你，为此我宁愿再等一千年，直到与
色不真实，如此无与伦比。你的双眼像钻石凝视着。